哟呵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圣圣，本期为旅行者带来提瓦特大陆最新的驱魂快讯。一位玩家问，为什么米哈游不在原神游戏中加入一些肌肉男角色呢？纵观原神游戏中的角色，基本上不是美、漂亮、帅就是可爱。我个人觉得米哈游可以尝试一下大块头角色，虽然亚洲玩家可能不太感冒，但是欧美玩家应该会很喜欢。